这个牌我太难受了呀！哇，他真磨成了，磨两个，胆子逐渐大起来了。哇塞，扣的119，那这也行的吗？这他从 Y 城彩虹楼下了车，然后在 Y 城里面逛了个，妞的车已经停好了。哎，这个站位有意思了啊！救救孩子，来颗烟。和昨天第一局很像，对，被伯良给补了。 17在宿舍楼，又打了一波工，第一把很像，对，非常像，就站位都很像 ，FM， 看看这个圈会不会合啊 ？GFI 把 Omega 打倒了，而且有车在往 Omega 围墙房去了，来了，直接撞了，接一个，又来了一个，没接下来呀，这个直接撞进来了，顶不住了，对，但 SE 不想让，来，就是硬打，来。 阿童木也挤腰射 ，Kid 打一个，谁还没点脾气？哇，又打一个，一打一，哇，反灭了，打赢了，哎，好有血性，哇塞，好勇！那 XCG 的蓝房 TMA 顺势就接上了，还有蓝反了呀，FG已经落位了，这波瞬间倒仨，只剩一个小明，小左的枪都没开出来就没了，一瞬间，真的一瞬间 ，CD 也来了。 这边东边真的热闹，你们再打 DDT 也要来<笑> ，DDT 在附近已经盯了很久了。哇，这 Evil Pig 这 M16啊是三连发，黑猪，哇，直接换成 mini 还打了一枪，是的，黑猪他还想修，没人了，这个信息 DDT 拿到了 ，DDT 要不要抢这个点？要不要动呢？感觉可以，悟空也，弗雷先看一下情况。 可以继续往前开吧，哇，直接撞进来了，全是人呐！乱套了 ，FTY 还没有调整过来，这波又被撞。DDT 直接开车贴到了那个围墙房。对 ，FTY 不能往上拉，他要拉会吃后面防具枪，现在得封烟。这是 DT 的枪线。而悟空，哎呦，悟空是两 ，DT 可以修啊。是，悟空两个人站的还是太高了，对 ，DT 打两个 ，DT 刚好能打，闪点可以上。 这波可以上山顶，真可以。哦，李克斯能活下来吗？哎哎，还是被补了，可以活了一个，活了一个，活了一个。后边两兄弟还要被洗礼，还是个吉普车，感觉又要掉，掉两个，车少了一点。那只有一个了。是。这个位置要是两个人还有的玩。 一个人，志奇之前的位置去冲了，全是这个角度啊！天霸应该是第四支队伍了。对的，好，这个时候 DDT 居然在打 FTY，FTY 回头，那天霸满员到位。哦，这里有个人，林叔没有想到，他给志奇没了。还能打，小鬼还能打，这个位置真能秀，残血的。 哎呦，被打枪头，买点修的，这难了，这个，这车要炸了，车要炸，离远点。哎呀，天霸也剩一个了，哇，这个山坡上真的刺激，不是，天霸现了，而且是两个人在跟他对位，这难了，能不能解围呀，兄弟们呢？看不到，卡在这个缝里，被抓了一波过点，好险，还好对手没有道具了。 哎呦，没有人帮老板。七五幺绕，直架门口，永远现在不好动。龙队着了，龙队，哇，小鹿，还能打，又打一个，接着打，血也不打，没打个血，可以打个血。永远在扶卫神，这边叉叉鹿再扶龙宗拳，扶起来还是满编。稳住啊，稳住，这波稳住的话还能打，还能接。 DDT 来了 ，DDT 这个时候疯狂拉扯呀，两支队伍。踩石头上，龙将军在这种位置上确实有点难搞啊。终于来了，天霸没出手，他终于来了，就你就早就该有一个人站在这个高点往左边看一看信息，对的，其他人看不到。龙将军知道石头上面踩不了了，TMA原来有枪线。DDT 把FTY淘汰掉，但是他还是要面临这个TMA的枪械。对，这位置卡的挺死。的话，怎么可能会让菠菜这么安逸？是的，可以考虑来打了，而且现在是没有干扰的架。哦，柠檬侧面的一颗雷来了，有效果了。继续丢道具，看楠楠能不能秀得起来。
影峰先进，直接拉枪剑、啊、但是由于手雷的关系，楠楠什么都听不到，是这个他只能靠判断。这个声音有点，选择很重要啊。是的，队友丢到去，直接侧面压。小凯打一个，但是补枪的兄弟在哪里 ？K R G 的人还有在甲上裤子正面只剩一个柠檬了，不敢压吗？还，哎呀，这机会已经失去了呀！又打了一个112，小凯被补了。反而柠檬在这个反坡操作起来了，对，菠菜也顶过来了，道具前压，人往前顶。那、啊、DT 和 DDT 的一侧也打起来了，走脸上，打了一个，有补枪，又来一颗雷，一打一，一打一，这颗雷压皮要被补掉，啊！高鑫飞行波还没有看到他，我的乖，这边就打得很激烈 ，DDT 这边也快，对，也快打完了，没到人，都是人头的各种互换，是的，但是 DT 就只剩一个了。这边菠菜被救起来之后，二打一，又炸倒一个，还是一打一 ，two tap 想绕个位置救小轩吗？露露的脚步声是全漏的。对，他现在不能确定人在哪里，人补掉，他会放松这边的警戒。果然 ，KRG 这个赛季成长真的夸张，是他成长的好快。不太能救这边的战斗，刚刚响起。对，另外两边战场打完了 ，DT 去撞了 DDT 嘛，这样 4M 就可以跟天路正面两个人队伍碰一碰了。是。果然还是有投掷物的，永远一颗雷。哇，这个火谁扔的？哎呦，烧三个，队友也烧，无差别攻击。小童还是被烧倒了，近点没问题。龙 C 还能再救一下吗 ？Two Tap 还 K 了个头，是，只剩匆匆，匆匆位置，匆匆的位置没有人支出来几个人。对的，他如果是满编的话，可能在动车。啊、哦，队友呢？哎哎哎，快爬一爬！别卡我！别卡我！又一个 PKV， 匆匆打两个了。过来了，先进右边树，先进右边石头。石头，我都没看到人，那边打完了。那你不再说了。他打完了，别追了，那边打完了。我等。我推吧，来来，直接拿就行。你得站起来看。知道我在吗？打起来！打起来！来来，我们可以踩住。四打三，找机会，快！我下雷，小心马路对面还有啊！哎，跳杀了。救没救是必须的。说打呀，牛逼！我有雷，慢点。放架着，我救雷了。丢，我给你架。丢了。六哥，我跟你。立马他们送右边。你们俩右边。我在找机会。左边倒一个，差点丢一个。别急，给你救下来。没救，吉利服，吉利服，打头。